镜子还没来，我看看念过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慈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画画，这次画的是间桐樱。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，就是我画一个角色，它可能出自一个游戏或者一个动画，但是我不玩这个游戏，我只是喜欢这个画风或者这个角色的样子，然后我画了它。你们觉得这样是蹭热度吗？好了，今天就画到这里，下期我们画藏酸怕泥石的泥泥。喜欢本期视频的点赞关注，一键三连，谢谢大家。